但是火蓝还是比较适合打辅助，这上路的火蓝吧，虚区是高了点，就是这生存能力不太行，这英雄没有位移，没有定点控。感谢夕阳山下，还有两分钟啊，36个人参与了我们这轮的抽奖。这只是零头，这只是零头，小伙子，我不给你跳个大神儿啊，今天。全军出击！干哈呢？这满头要杀我，杀就杀吧，让他们杀，没关系，给他们杀，这就不交闪了啊！这闪现我就不交了。能不能交闪？能，但是没必要。他们家两个闪现，一个点炎，这波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给狗头人一个小小的人头啊，没关系，谢谢他张比斯。还有57秒开奖啊，补个刀加 A 人，向位猛冲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耶、yeah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谢谢魔术玩家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耶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走位走爽没有？谢谢魔教魔女艾吉多娜，平 A， 一接平 A， 谢谢竹鹿妞妞，平 A， 谢谢竹鹿妞妞的30张班卡，谢谢 CJYCLA。谢谢夕阳下一阶 W 六，谢谢小白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是不是来人了？可能快了啊！平 A， 越平 A， 一下点炎平 A， 重 Q， 再补刀啊，回家了。这火蓝我这把我不想出那个蓝林汉的苦楚，我想出个这个，我想出个峡谷制造者，但是这个东西吧好像被削了。平 A， 一打或者这狗头人的走位，我有点不太能预判得到啊，有点飘忽不定。平 A， 平 A， 耶，平 A， 耶 Q， 平 A， 平 A， Q 闪，哎，他闪现为啥好了呀？他没交闪吗？他一级交闪了呀，我记得。哎呦啊！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五分了，四分什么五分？不应该呀，这晚豪的闪现，我看狗头人也闪了，
降味猛冲，吃个饼干，再吃个饼干。哎呀，这怎么水银孩了呢？我靠，跑得有点快啊。嗯，居然死了。遗失的章节，章节出不出来呀？那算了吧，这样吧。跑得有点快，水银孩了居然。我给你一个平 A。你挺猖狂啊你呀、啊！你挺猖狂啊，狗头人！吃我一个抠！我不用你老在那枯萎啊！我先弹打爆你接抠。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挺猖狂啊！走了，为什么先 E 后 W？ 多的我就不跟你说了，自己体会吧。八八六，咋的呀？弹 Q 中 W E， 嚓，弹，平 A 接个 Q， 啪，我不走了，哎，我往上走。一Q W 向位猛冲，小鹿为啥不来呀？小鹿，哎呀，刚才咋不来呢？这为啥不来呀？点个信号就跑了，有闪现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多少时间给我？45。来不来个西地海？不来西地海，来法川海。像这种狗头人不来法川海跟，哎呦我开大拆我的塔，你连个耀光都没有，你拆得动吗？打不溜，不用你开大啊！我告诉你，小子，人呢？不出来了？
耶耶耶，完了，来人了，地狱烈火，快跑，弹 扣 一下 W 中，还飘着飘着，来，你大爷的，你不给你烫死狗头人有闪现吗？有没有闪我不知道，刚才他交没交闪吧，我给忘记了。哎呦，我传送了，哎，这我能吃个塔皮啊，哎，算了，回家吧，闪现躲着塞纳大啊，对，想起来这记忆力不行啊。这得法穿海，哎，我就不的呢，啊，不行，还是得出法穿海呀。我玩火蓝这英雄没赢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老打的狗头人，你知道吗？每回都打的狗头人，但是没赢过，就赢不了。向背猛冲，耶耶耶，弹 扣 一下，爬爬溜，耶耶个 扣，哎，真的，我每回这狗头人都赢不了，以导致我是不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对这火蓝的这英雄的理解不行，是不是？这不美甲窃魂卷吗？
被动呢？向位猛冲，越呵呵炸，越漂亮，推了他十二层美甲窃魂穴。冰杖确实得来一个，辛德拉，辛德拉皮肤不错。耶呵，耶耶，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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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美甲切魂剑没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漂亮，还给了两层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装逼了！那辛德拉这英雄，那大招躲不了，那你怎么整？确实是有点装逼了啊！耶耶，呵，呵，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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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呵呵，耶耶，呵，耶，抢人头呢？怎么？狗头人好肉啊，那他出一身肉装的，那我要能单杀杀得了他，他这英雄不废了吗？本来就笨，还不让人肉一点，你说这火蓝这英雄的技能被动有吸力没有？哼，呵呵呵，耶呵呵，这也行？哎呀，哎呦，我人头啊！我操！哎呀，这波，哎呀，这波没杀了这艾克，确实，哎呀，这是，这不是 W 空不空的问题，我是因为我觉得他必死，所以我没有说是特别。就是警惕的放技能，并且我大招我都没放，他 Q 也空了 ，E 也空了 ，W 还没打着，一共就俩技能能打着我啊，不是一个平 A 吧，一共就一个平 A 加个 E 吧，我寻思怎么的这波还不把他杀了呀？
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认真了啊，我要开始认真了。我觉得这一把不能再跟他们再闹下去了。你他奶奶！漂亮，几个人 ？Nice 啊！狗头人下路推塔了，我们赶紧去啊！找到狗头人。艾克的英雄一技能是闪烁，我还得等他闪我身边，然后我们再 Q 他。给我上来，刷狗头人 Q 一下，八八六洞，美甲血魂院我来了，推下路我的好兄弟。上家来，我先来个小法穿，大杀四方啊，漂亮，狗头人。弹，没弹出来呢。也打不溜，接个 Q， 挺能抢，不过没关系。再带波兵线啊！去中路打波团战。赶紧去！一打波溜，打不着，牛姐姐。弹打不溜，弹着了啊！让我炸着了那一，这边狼不狼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好碎，打不了一 Q， 没技能了，溜一手，漂亮，炸！22层美甲窃魂卷。给我打个蓝 buff， 好样的兄弟，快跑，先跑，我先来一个虚空法杖，我可不跟你们玩了，我这美甲窃魂卷可不能没啊。我操，
爆鸟接口。这位置我是不敢进去，你进，你要进你就进，我肯定不进，谁乐意进谁进。好，你扣打不了，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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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，我没血就回家，我主毙。那不回了，塞纳给我加血了。哎，行呗 ，nice， 轻拿轻放。哦呦！耶耶！耶！耶！上了你就，还可以。W 弹 Q。闪现一 Q， 耶！哎呀，完了！如仙闪现了，我的天哪！我的美甲窃魂卷，怎么都死光了呢？主要是不知道这卢仙有没有闪，你知道吗？我抬头一看不对劲儿，这卢仙杀十二个，我才发现事情并不简单，原来卢仙是优势。这他妈一个一半管子血，双折磨呀，没用双折磨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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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减速是真翻身，哎，我这魔抗了一身的大魔抗啊。这波很明显要跑，不要回头，很明显这波是要跑的，而不是要打，知道吧？艾克很有可能还在带线，我们在这等他一下。还推吗？不推了。卡莎玩的还可以，嗯，怎么办呢？
就他一个人儿，这咋整啊？那队友都哪去了？没有美甲窃魂卷了，美甲窃魂卷呐！最后得换沙漏，我发现。我们家全是 AP， 跟全是 AP 没有关系，主要还是人不行，知道吗？一个球女6-9在我们家野区可以乱走，嗯，你想一想吧，你们家上单压对面3级打不过，你想一想吧。操，这咋那么多人？赢不了这英雄，哎呀，聚聚下一把，跟 AP 太多了没关系，那卡莎部分也不是全 AP 伤害，跟那些都没关系。